兄弟们，重磅消息，辉哥和玉儿终于要结婚了，就在今天，他们将举办盛大的婚礼，大家不要错过，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婚礼现场吧。辉哥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，谁要跟你结婚呀？玩游戏呢，你可别入戏太深。哎呀，这不是粉丝给推荐的双人图吗？我感觉跟你玩最合适，来嘛来嘛。我不要我不要，不要也得要，赶鸭子上架了。来看，一人一条路，那我右边，你左边，咱们开始吧。第一关是永结同心，先让玉儿跳上去，我们这边就会出现组成一颗心。前面是我跳，然后玉儿那边的路出现，以此类推，他跳，我再跳，我跳，他再跳。估计有小伙伴们看出来了啊，这是一个喜字。哎，等会儿，这路呢？玉儿跳了，怎么没出现呀？你看，这地图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不可能，小伙伴们，那我现在郑重的问问你们，都同意这门婚事吗？同意的评论区扣一，不同意的扣100个2。第二关，花好月圆，这很简单啊，月儿需要踩着月亮，然后用弓箭射开三个按钮。好，第一个他完美错过，第二个漂亮一击命中，第三个也是成功命中。没事啊，咱们再来重新踩一下月亮，打开第一个按钮。OK， 月儿打开了所有按钮，我就可以通过了。第三关，一人在前，一人在后，控制小船躲避销毁。哦，懂了，月儿，你控制前后，我控制左右，让他们瞧瞧咱的配合。Go, go, go. 先往前走，然后再往左走。我好饿，请给我一点食物吧。哎呦，还有拦路的鱼，食物。哦，看见了，咱们向右移动，捡起玉石，然后投喂它就可以过去了。左边有一个炸弹道具，先让玉儿拿上，后面肯定有用。停下，前面有危险，快找武器攻击。武器，玉儿，来炸了它。看我的。好，继续向右，咱们再捡上一个炸弹。用炸弹炸开10块，只有1块可以炸开。哦，懂了，咱们一个一个试，先炸最右边的。炸弹。啊，很显然不是啊，玉儿玉儿，快回来把我接过去。服了，这是笨死了。好，再试试中间的炸弹。不是，作者成功炸开了，我怎么还被传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不同意这门婚事啊？不可能。好好好，来到第四关，甜甜蜜蜜，把喜糖装到喜糖盒里，装够10个路才会打开啊。也是也是，结婚了那肯定是要给大家发喜糖的呀。来，很简单啊，扔进去就行。小伙伴们放心，这喜糖肯定少不了你们的，不过啊，你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呀？来，多的不要，咱们一人往这戳个点赞就好啊。 OK， 顺利来到下一关，携手同行，拿起方块丢出去为玉儿铺路。好啦，臭丫头。嗯，不错，拉的挺好，接下来给我给铺路了。你走吧，辉哥。不是，那你就给我2块板。玉儿，你是在考验我的吧？是啊。没关系，2块板足以。再来。游戏游戏，这次一定能成。哎呦，辉哥，有2把刷子吗？看这一关，暖衣宝石，控制前面的迷宫，让元宝掉进箱子里。我控制右转，玉儿控制左转，这也不难。最后关键的一步来了啊，让元宝掉进箱子里。啊，作者，你这设计的有问题吧？最后还不是要靠自己丢进去？咱们继续下一关，心有灵犀，先让玉儿跳，然后控制咱这边的路。哎，考验默契的时候到了啊，一定要同时跳，因为玉儿只要离开，咱们这边的路也会落下。不过对我们俩来说，这不难。好，也是轻松通过。来看这一关，珠联璧合。很明显啊，我需要先过去帮玉儿踩一下按钮。辉哥，你快点的。别催别催，也整得我怪紧张的，让我找找感觉，这要是跳不好就得卡在球的中间啊，好尴尬呀。跳过来之后摁一下开关，玉儿就会。喂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啊，那各位见笑了啊，这玉儿有点笨。滚，我他妈来了。他是否是你的唯一，是或者否？那当然是啦。你是否会永远忠诚于他？是。
你是否愿意与他共？是是是是是是，喜成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玉儿的婚礼啊！哎，不就是个传染土吗？你整得挺投入。再说了，谁要跟你结婚呀？哎呀，走走走，还没完呢，穿过传送门，这里面还有空间。最后一步，送入洞房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快叫上你们的蛋搭子一起来玩吧！咱们下期再见哦。